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圆凡，这个诸所圆凡里面就包含不相应刑罚，并且世间出世间一切法，无论善法恶法，出世间的有漏无漏法啊，这个无漏法就是无为，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啊，就是凡是因缘生法啊，为一切心理所缘的境界，所谓五十一个心所法等乃至白法啊，这就是宇宙万有的一切万法，这些法都是唯心所现的，唯是单单我们众生心中所显现出来的一切法，唯心所现的唯心就是如来藏心，如来藏就是起心论所说的啊，生灭与不生灭合合啊，升起的欧拉耶识，那就是如来藏啊，这个如来藏里面就包含色法心法五味白法啊，通通都是由如来藏中引现出来的，所以叫做唯心所现。上面经文所说的色法心法心所法啊，乃至所缘的事出世间一切诸法，这个不是在外边，是众生心中所引现的，因为外面没有实境，外面的境界都是众生心所显现的，由你的心中由这些法显现出来，在外相上有这些表现，所以叫做唯心所现啊。那么由此应当要知道，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心理作用，一切通通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话佛在平常讲法的时候，开示的时候时时说到的，所以上面有我常说言啊、嗯。那么这些话常说，那么这个你既然过去也听过啊，现在你应当要知道，你身你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这个说明现在你这所有的一切法，无论你的身体啊，或者是你的心理作用啊，无论是身无论是心啊，通通都是本有的妙明真经妙心中所显现出来的东西啊。我们应当知道，这个身体山河大地一切万有通通都是我们的妙明心中所显现出来的妙明真经妙心，这六个字它都是说明真心灵灵不昧的那种情况。所以偶一大师的这个文句里面解释说，黎明觉相叫做妙，妙明真经的那个妙字啊，他离去名言，离去一切现象啊，黎明觉相就叫做妙，痛彻心灵就叫做明啊，痛彻无处不照啊，虚而明又自为灵啊，灵眠，所以叫做明，这就是所谓妙明啊。提这个诸法离体没有希望，所以叫做真，它的体性没有杂染，所以叫做经，妙明真经，真说真如自性本来如是，清清净净，所以叫做真啊。经显示它纯一不杂，
没有任何一法混合在里面，清清净净，没有杂染，所以叫做精，精就是精纯。具备这妙明真经四个字的意义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叫做妙心。我们这个心很妙，不可思议。你说他没有吗？他了了常知，没有一法他不知。你说他有吗？无形无相。所以二祖对初祖说，密心了不可得，无形无相，所以叫做妙心。这个妙心就是不可一心思，不可一口意。那么因此设法十一心法吧，五十一个心所法，乃至一切所缘境界二十四个不相应，甚至六个无为同百法，通通包含在这个真心里面啊。那么我们的真心离体能显现这一切万物，我们现在在迷，还没有开悟，生死没了。在迷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个身体俨然是自己的啊，跟外面的万境分开来啊，它另外为一类啊，殊不知这个都是我们真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啊。所以佛接下去说，云何如的，一是真心，一是本妙，圆妙明心，宝明妙性。这是佛加以责备听众的话。为什么你们大家把你本有的本来自妙的心理把它遗失了？实际上并没有失教，非是事实叫做遗失。这个本来自妙的这个心理，它是最殊胜的圆妙明心，说它本妙。这个真心离体无法不包，无法不含，最为圆满，所以叫做圆。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叫做妙。它是光明洞照的，所以叫做明。它是包含一切法不离一心的，所以叫做圆妙明心。宝表示尊贵，真心离体最尊贵啊，所以我们要尊重己灵，自己的这个灵灵不昧之心自己要尊重，不要把它丢失掉。它本来就有光明，好像众宝，所以叫做宝明妙性。这个性最为妙啊，无法不具，无法不包，能善能恶，能好能坏啊。那么因此之故，最迷妙最微妙的这个心理，你把它遗失掉了多可惜啊。最后结一句说，任悟中迷，悟觉悟。我们没有认到本有觉悟的真性，只认到迷失的迷的自性，认到迷的颠倒性，所以只称为性颠倒啊。所以任悟中迷，任悟中迷这一句话呀，一方面看作上文的总结，你把真性迷失了，现在你悟没有认到，认到迷，所以迷失自己的真心，这是结上文。又看作下文的升起，众生为什么在迷呀？因为你没有认到悟，认到迷。既然认到迷了，就变成毁灭为空，空回暗中，结暗为色，色杂妄想，想象为身，去缘内扰，去外奔逸，纷扰扰相，以为心性。众生就这样的迷，这里只是说明众生在迷无明的这个严重的迷失啊。回是暗，三十夜没有月亮，有个暗回。昧是说明暗的情况，暗昧啊。那么因为回暗不明，这是说明什么？说明无明啊。无明就是毁灭的，而无明毁灭是空，在黑暗中，这空回暗中啊，结暗为色，在这个完空当中回暗的境界结合起来，成为有形有相的设法，
色法就是指这个色身外面的地水火风四大。这个色法掺杂自己的妄想的这个根源，无明升起的这个妄想混合起来，色心混合成为这个身体的有知，想象为身，因为妄想现象出这个身体的身心，聚集很多外面的助缘，扰乱自己的内心，内扰内指心，被外缘所扰，因此啊，他六根追逐六尘，就去外奔逸，向外持求奔走总逸，眼见色往外面追，鼻闻香也往外面追，所以他一直往外在哪里奔驰，纷扰扰相以为心性，一天到晚就是这样昏昏迷迷的，扰扰攘攘的，这种的现象，以为自己的心性，我们现在的这个烦恼妄想心，一天到晚还不是在纷扰扰相吗？那么众生迷到这种情况啊，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他迷失自信了，认为这个身体就是我的，迷失真心，认道忘心，所以决定迷惑，认为这个心就在色身之内。凡是有人问到你的心在哪里呀，就在这里，迷住了，认为心在这里面，这就是迷任务中迷的情况。不知色身外际他山河虚空大地，闲置妙明真心中物，众生在迷啊，不知道这个色身。从外面的山河大地，外面的所有山河大地、虚空等等，通通都是妙明真心中所现之物，那么这个情况好像比如澄清百千大海呀，弃之为任一夫欧提，目为全朝，穷尽银帛，众生啊，没有认到本有的觉性的物。而认到无明的迷，因此就毁灭为空，空回暗中，即暗为色，色障妄想，想象为身，去缘内扰，去外奔逸，纷扰扰相以为心性，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这一段文它主要是说明众生在迷呀，不知道由自己原有的清净的觉性，而认到无明的烦恼，那么因此心发色发混合起来，组织成为现在这个身心，有了这个身体，迷失了真心啊，就把这个身体认为是真的自己的身体，而认为心在这个色身之内。所以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圆觉经说，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圆盈为自心相。众生就执着这个四大所假合的身体，认为是我的身体。六尘圆盈，色身相未说的六尘圆盈，并不是自己的心的现象，可是他已经执着于这个情况为心，所以前面阿难以能推为心，就是执认那个尘盈。这一段文，并不甚容易了解，尤其你看注解更难了解。从毁灭为空起，刚才念的这一段文，古注啊，差不多都是配合体性论的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都是配合这个三系六出的名相，一句一句加以配对。从宋朝的长水紫玄禅师，他的《楞严经》《易疏注经》开始，就是用这种方式解释。看起来懂得教理的人这样子配合解释啊，好像经文的意义能够了解，
但是有些地方太过于死板啊，一句一句的对照起来应当不是这个样子。而且到了后来呀，个人的看法不同，配合的方式也有不一样，发生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情况，也增加学习的人很多麻烦。明朝莲池大师他在《摩相记》里面就说，他说用36处配合来解，好像容易了解吗？啊，但是他这个死板的配合法子也不合乎经的要义。啊，莲池大师说，起信论是佛灭度后600年间马明菩萨造的啊，用论来配合经，硬性的把经跟论格格的配合起来，认为不妥当，不能这样子说。为什么呢？佛说法应机说法，随时都会有所变迁，不可能死守一种法来做固定的分配。因为用36处分配的这个说法呀，楞严经10卷里面有好几个地方他们都是用这种方式去配合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变成啊就玄宾夺主的情况，好像论义明白了，经文毁灭了。因此之故啊，这个文字不一定要配合起信论来做结。还有一个问题，你如果一定要配合起信论的36处来说法，很容易使人误会啊，从真起妄。因为从前开头是真心是只有一个，是清净的，后来一动就变成无明不觉，就生了3系了，就有6处了，那好像从真生起妄法。那么本来清净的真心后来生起妄法，好了，将来你成佛之后妄法去断尽了，又纯粹回到原来的清净的真体了。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将来你成佛的时候是不是过了一段时间又要起妄啊，又要发生跟众生一样的情况，那成佛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很容易使人误会，以为从真起妄。这个道理呀，到了第10卷《佛罗诺章》里面有所说明。所以我认为用起信论的36处配合解释，我不愿意这样做。啊，这一段文只是说明无明的情况，因为众生一向有无明，这个不是说真仙有妄仙有，他们同时啊，一向就是如此。有了妄心，那么只有这个无明烦恼在哪里起作用，尽造一切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恶法能造出世间法，还有解脱的希望，往往只困在3界6道里面。那么因此众生执着这个身体呀，就不知道外面一切山河大地都是唯心所现的道理，所以不知色身外际三毫现虚空大地，显示妙明真心中悟，众生就不知道，完全不明白这个身体的色身跟外面的山河大地，外际的际看作智，看作极啊，并及外面的山河大地虚空等相，这些不是外物啊，都是我们真心当中所显现出来的这个一切法。所以显是妙明真心中悟，妙明真心就是真如自性啊。那么这些东西不是他另外有所升起的，都是从我们的妙明真心里面呢显现出来的东西啊，所以都是妙明真心中悟。这句话要记好了，后边等到十方显见完毕之后，讲5蕴、6肉、12处、18界
七大，样样非非因缘非自然，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因为众生不知道一切法都是妙明真心中悟，到了后边四颗七大就说明这一切法就是妙明真心中悟。关于这个妙明真心中悟的道理，等到后边第三卷第四卷他就有完全的发挥，就能够明白。所以这里不能把这一句话轻轻带过就算，要把记在脑中，不要忘掉。所有山河大地一切万有跟我们这个身体通通都是妙明真心中悟。到了后边将五蕴六入十二住十八界七大通通都回归自性，就是说明这个道理。那么众生不知道，没有了解一切山河都是本性之所有，所以变成呢像下面的比方的情况，比如曾经百千大海，去之为任一浮欧体，目为全朝。比如说有些人，有人不知道这个纯净清净的百千万亿那么多的大海，他不认这个大海，而把这个大海丢掉，去掉不要把大海丢掉，他一认到一个浮欧，浮欧就是水泡，他不认大海，只认大海所升起的一个水泡，以水泡为看作是他的本体，而且把大海不承认而认水泡已经是错了，现在他把水泡看作全部的大海，所以叫做目为全朝。他的眼光看出去，看一个浮欧，看一个水泡，当作整个的大海，穷尽银波，银满满的意思，波就是大海，满满的大海水，真的大海他没有认到，他现在认这个浮欧，认水泡，把水泡看作全部的潮汐，全部的海水，穷就是尽，穷尽所有大海水的满满的海水，他因为他那个水泡就是整个大海，这就所谓任物中迷呀，迷还加一倍的迷，迷之更深，所以接下去说，你等即是迷中被人呐，你们这些人，大海不认，认水泡，而把水泡当大海，这不是迷中再加一倍的迷吗？怎么叫做迷中被人呢？把海泡当大海，已经一重迷了。把这个海泡看作整个大海，大海多大他不知道，他把大海丢掉，认一个水泡，认水泡是迷了。现在把水泡当作整个大海，那不是迷中加一倍的迷吗？所以叫做迷中被人，如我垂手等无差别，就像我刚才你说的，我手垂下来你认为是倒，伸起来你认为是正，本来是正你认为倒，本来是倒你认为正，颠倒自己，所以你是迷中加一倍的迷人，是跟我垂手的情况没有差别。因此啊，如来说为可怜悯者，如来就是佛了，佛看到你们这些可怜众生啊，真是可怜呐！为什么不认大海而认浮欧？认浮欧既然是错了，现在把浮欧等大认为大海，这个不是迷中再加一倍的迷吗？那还得了吗？所以因此之故啊，这一章的文字它主要的用意说明，这个真心离体本来不生不灭，就是见性本来不生不灭，见性本来不生不灭，在前面第三方讲过了，这里就是说没有失掉。
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恶行成100万倍。佛教慈悲之夜年度共生护生总回向，12月28日星期四，新逢阿弥陀佛圣诞前夕，举办精进佛衣，早上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12月29日星期五，30系念超度法会，上午9点开始。恭请新义法师、慧泰法师、广护法师共同主法，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3星乡3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9，0398993199。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陈真护生园义工，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洽询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6或06-2716-612。洽询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衣，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增不减就是连增减都没有嘛，哪里会为师啊，哪里会有失掉啊。说师众生呢、啊、非师是师，没有失掉，认为是失掉，好像是失掉，得不到这个受用就认为是失掉，实际上并没有失掉，所以叫做非师是师。这是第四番，这一类的文字很不好了解啊，要细细的去学习，多多研究啊。这一类的文字啊，看注解帮助不大，帮助不大，不但是帮助不大呀，有的时候还会加了迷糊。不看注解还好像在文字上稍稍懂了一点点，迷糊迷迷糊糊有点懂，看了注解了反而不懂了。注解比经深，这种情况很常见，佛法里面这种情况很常见，尤其楞严经，你把这个注解搬出来一看，觉得更是不能了解，别说其他的了，就是刚才这个毁灭为空，他用这个三系六祖背后起来，三系六祖本来就不甚明了，再加上不明了的配合，不是更难明了了吗？所以只要顺着文字把这个意思能够表达出来就好，不要求深入，免得找到很多麻烦。所以因为这个注解各说各的啊，出来很多问题。到了明朝啊，明朝的末叶
一般学习楞严经的人呢、啊，有人索性不看注解，把注解通通束之高阁，不看它，就是顺着经文念熟了，熟能生巧，顺着文字在哪里解释啊。不过这个也不是办法了，因为自己的质量有限，不参考注解，有些地方也不见得就能够真正明白啊。那么有些地方注解是有帮助的，是看你的嘴法眼啊。好像鹅王啊，据说天上有一个天鹅，鹅王他很特别，用水分和牛奶啊，用水分和牛奶的这个牛奶给这个天鹅吃，天鹅的本事很大。有水有牛奶的这个牛奶啊，你叫它吃，它只吃牛奶，水流下来，有这个本事。哎，把牛奶都把它吸掉了，剩下的白水，剩下的就是你混合起来的白水。如果有这个本事啊，看注解没有关系的。哎，就把那个水把它丢掉，牛奶吸起来就够了。接下去第五番啊、嗯，不要怕难啊，怕难会听不下去的，因为因为不懂才要听啊。有人说：“哎呦，你讲的那么深，我听不懂啊。”就是不懂才听嘛，懂你何必听？懂不要听了、啊，懂就在家里看好了，何必来呢？就是因为不懂才听。因为不懂嘛，听多了，也许有的时候就听懂一句了，有的时候听懂一句，这一生就受用不尽了，成佛有余了。所以不要嫌，觉得哎呦太深了，很难懂，不要怕难懂，怕难懂，就是没有办法懂到高深的道理。佛上学要成，何况是经文呢？经文就深了，将来成佛怎么办了？那你成的是浅佛呀，不是高深的。不能讲身法，那要先跟听众说条件，我是成的浅佛哟，不是身佛，你要听身的不要来。呵呵，没有这个笑话啊、哦。接下去第五番啊，第五番显见，借成相可还可贼，见经无凡无贼，嫌见性拟真。有些是写着闲见性即拟真性相通的，它是加上两个字去注解拟真。这里开头第一句的经文哈，所有的本子有不同的地方，这里先说明。我们现在讲这次讲的哈，是根据太虚大师的这个科判啊、是根据太虚大师的楞严经摄论跟楞严经研究啊，而他这个研究里面呢有经文，我们现在这个经文呢是配合这个楞严经研究里面的经文来打字的啊。他开头第一句啊，你注意看注意听啊，阿难成佛悲止生回随即，这两句那个悲止的止跟生回的回这两个字，诸家所有的经本跟注解写法情况有三种不同啊。普通一般的这个楞严经都是写着阿难成佛悲救生回，那个执都是救，救度的救啊，生回的回，教回的回哈，言字旁的回，一般都是用言字旁的回啊。现在这里呀、啊、悲救的救用止，悲止生回的回用后回的回，忏回的回，不是教回的回啊，这是一种说法。另外有一本呢是写着阿难成佛悲止生回连下来啊，那个回是教回的回，言字旁的回，不是心字旁的回。那么因此所有的楞严经的经本有三种写法，这一句话八个字哈，有三种写法。最普通一般的都是阿难成佛悲救生回，我们那个科判哈科会里面也是这种写法。
国会用这种写法，这是根据明朝的藏经，明朝的藏经啊，因为这个大本的国会十卷合并的这个楞严经国会，那是主要是根据藕益大师的楞严文句，而文句用的经文呢、啊、是明朝的经文，明朝的藏经，明朝藏经的经文呢、啊，里面有几个字跟通途流通本不一样啊、嗯。不过这种本子很普遍，楞严经讲义也是如此，那么其他所有的注解差不多都是写作悲咎称回，而只有太虚大师的这个研究的经文里面呢，写作阿难成佛悲咎称回随机，他这个写法回字用这个忏悔的悔啊，那个断句就要不一样，断句要不一样。如果是现在我们这个第二卷的本子啊，这要看作阿难成佛悲咎生回随即，要这样看，这样成两句。而普通一般不是这样，普通一般是阿难成佛悲咎生回成为一句，然后随其猜熟啊，普通一般是这种写法。那么究竟这个直字跟旧字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啊？我按照太虚大师的研究的本子，照他原本这样写啊，我是因为根据这个唐老师的字课里面他是用这种写法。啊，字课里面的这一句就写作阿难成佛悲咎，啊，他只是连着悲咎生回，啊，不是这里的生回随即，啊，是悲咎生回是连起来的，啊，这个悲咎这个咎啊，在唐老师的字课里面的解释啊，他认为一般的旧字是错。他那个字括的注解里面，他认为一般的旧字是错，解旧的旧啊啊，他为什么说是错呢？因为这里他的用意啊，是说佛所有的教诲、教导阿难的话，不是说救脱的话啊，所以他认为这个旧字很可能是直字的错误啊。这个话因为我们没有原来的根本可以做查对，就很难确定究竟是不是真错。原因是大正藏里面呢、啊、也是写着旧字，大正藏这一句也是写着阿难成佛悲咎称回，也是这样写啊。那么大正藏的错字很少，但是不能说完全没有，也会有错字没有校对好的，是不是这个字就是他没有校对好，不得而知。因为现在啊，已经很难找到宋朝以前的本子来做参考了。所以按照唐老师的说法啊、他说阿难成佛悲咎生回，悲咎那个咎啊是指佛的告诉阿难说的话，咎命啊，佛的慈悲心啊，用种种的言辞直告阿难，深深的加以训诲，深深的加以训诲，加以教诲，诲是毁人不见的这个教诲的意思啊。这是说明阿难承蒙佛来大悲心来直告他，深深的教诲他，他认为这样才对。因为在这里还不用旧字，不用旧字啊、那么一般用旧字的解释呢，他就把它看作大悲心嘛，救苦嘛啊、这是顺通途的解释。但是楞严经有很多地方它的文字跟普通一般都比较很特别的啊、这是根据唐老的说法，阿难成佛悲咎生回这样解释啊、把随即接在下面。现在我们这里根据太虚大师的原文写作阿难成佛悲咎
生回垂棘，生回连到下面，这也是唐老的看法。唐老他说这个下面这个回字啊，有用忏悔的悔的，他说也可以通，忏悔的悔也可以通啊、但是如果是用忏悔的悔的话，就要把它读作阿难成佛悲咒，生回垂棘，要这样读，把生回两个字连在下句，不要连在上句。他的用意就是说深深的忏悔，阿难受到佛的指告啊、教导，然后他深深忏悔啊、垂低头垂在哪里呀、在哪里隐息，在哪里流泪啊、在哪里心里不好过。那么这样子说也是有道理的啊、那么用忏悔的悔字啊，大正藏里面对这个字它有注解，生回的回用言字旁的回，教回的回，普通一般都是用教回的回。那么这个大圣藏里面它旁边有注说，有些地方用忏悔的回，是哪一些经本用忏悔的回啊？明朝的藏经，明朝的藏经是用忏悔的回的，因此之故用忏悔的回也可以通啊、比较麻烦的就是这个直字跟旧字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两边都把它保存起来啊，一般都是把它看作阿难成佛悲咒生回，我们现在顺住经文阿难成佛悲咒，然后才生回垂棘啊。这是结集家为了要使前后文连贯啊，写出当时阿难在第四番显见之后的实际情况啊。这个第四番显见情况已经说清楚了，现在要讲第五番，第五番的时候要连贯第五番的阿难的问法，所以前面有这一段文啊。差首而白佛言，差首就是合掌，佛经里面讲插手都是合掌啊，插手不会误会，因为这样插起来不是这样的啊，这插手就是合掌啊。阿难这个时候在佛前呢啊，一方面想到自己这么迷痴到现在还没有开悟啊，心里难过，所以流眼泪，那么合掌而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我虽成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圆所圆满常住心地，而我悟佛现说法音，现于圆心云所瞻仰，徒获此心啊，未敢认为本圆心地，愿佛哀悯，玄是圆音，把我以根归无上道。这是阿难的问法。那么下面第五段叫做显见无烦，回烦的烦，显见无烦啊。这里说成相是可以回烦的，可以选择的，见经见性是不可以回烦的，也不可能选择的，显示见性当体就是你的真性。阿难听到这里呀、他已经知道，认为有个真心存在没有错，有真心，但是他总觉得啊，真心是真心，我现在这个身体的身心是我现在这个身体的身心，这个真心好像一个昭昭灵灵的东西就在我的面前，真心成为一个昭昭灵灵的东西就在我的面前啊，让我看到，哎。啊，我的跟我的现在用的这个身心没有办法打成一片啊，好像真心是真心，你在外边，我这个妄心归妄心，我还是在这边，哎，那隐然感啊，年年把它分成两个，发生在这个问题啊。所以阿难说，我虽然呢秉承佛的上面所说的发音啊，如是指上面第四番讲的话啊，这个道理都是很微妙的，很好的法音的开始，我听到佛的这个如是妙音啊，我悟到妙明心，
原来是圆满常住心地。他已经知道有一个真心很妙清净光明，这个心地的本源原来就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本有，它是圆满的，它是常住不坏的，不会灭的，不会变迁的，这是我们的心地。他已经相信有真心，有这种存在。而我悟佛现说妙法音呢，现以圆心云所瞻仰。阿难说，我现在体悟到佛现在所说法的法音，用我所圆立的心去圆立它，我允许我可以瞻仰到这个真心离体有另外一个真心存在。这个话你得了解清楚，他想到一个真心在外边，另外成一个真心存在在外边，没有办法跟他打成一片，是变成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因所瞻仰，我可以瞻仰他，我尊重他，我知道我有个真心存在，好像是在外边啊，是跟我相对。所以他说突破此心啊，未敢认为本源心地，我纵然突然得到这个真心在我的面前，我并不敢认他，他就是我的心，他就是我的真心，我还不敢相认，好像他是他，我是我，真心是真心，我这个身体还是我的身体，那么好像真心跟阿难的这个身体分开啊。所以文句说他认到一个昭昭淋淋的东西就在他的面前啊，所以并没有跟他会同起来，所以他要要求佛再进一步加以说明啊。愿佛哀悯啊，玄是原因，把我以根归无上道，在求佛说法。愿是期望，期望佛大慈大悲怜悯哀伤我这个愚痴众生，怜悯我在玄阳开始最圆满的法音，来拔除我的怀疑的疑根，把这个根拔掉，那么去归于无上菩提道，不至于再发生这个阻碍。他希望佛能够把他的真心能够显现出来之后啊，能跟他会合，得到他真正的作用。我能听到这里，佛呀觉得很为难了，觉得这个人为什么既然是多闻第一，对这个道理还没有办法会通啊，还把他想到外边去啊。因此佛接下来就说，佛告阿难，你等上于圆心听法，此法亦圆，非得法性。直接先说他听法的错误的地方，你指阿难等在会的大众，你们大家在听我的说法的时候，你尚且还是用圆立心在听我说法呀。圆立心听佛说法是什么？妄想心。你用妄想心听法，听起来的法还是妄，得不到真实的作用啊。你们都用圆立心来听我的法，此法亦圆，那么你听到的法音啊，也就变成你所圆立的境界，把法变成你所圆立的境界，没有办法啊，回归你的自性，所以说非得法性。您这样的听法得不到法性，这就很难了。这样说起来，听法很难了，听法的人比说法还要难，因为你听法如果只是以妄想心第六意识在听，那所听的法都变成所缘之境，没有得到法的实性。我们普通一般听法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以这种心来听法，所以得不到真实的法性，都是以圆立心听法。不过我们这些凡夫不用圆立心听，用什么听啊？其他也不会了啊，不可能用第七识去听，更不可能用第八识去听，那么都不是我们的境界。
我们的境界只能用这个缘力心，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缘力心去听，缘力心是妄的，那么你听到的法音，法音也是色尘之意，也是外面的生尘，生尘，那你听到的法音就变成尘境，变成尘境啊，得不到法的受用，没有慧归于法，所以非得法性，这样就很不容易啊。听法要得法性，谈何容易呀、啊？啊，所以听法并不简单啊，不是随便就真正能够听得懂啊。啊，懂不懂另外一回事，他有没有听到法的真性，得到法的真实受用，这个就不容易啊。那么这个道理，恐怕阿难他还不能够真正了解啊，因此他拿一个比方啊。来说明阿难听法的这个情况，如人以所指悦世人呐、啊，彼人因此当应看悦。比方说，有个人没有看到天上的月亮，啊，在晚上天上有月亮啊，那么他没有看到天上的月亮，那么有一个人旁边用手指指他，啊，月亮在这里，嗯。这个手指指给他看的时候，你应当顺着这个手指啊去看那个月亮，你不看月亮而看他的手指，那不就颠倒吗？这个情况我们留下次再讲好了啊，讲吧。活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112年度功德总回向三十系念护生暨蒙山施食法会，日期12月30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敬请亲临分会登记，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或06-271-6612 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